一眨眼2021年就要结束了，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，各大卫视也纷纷举办晚会和观众们一起度过，用节目的方式和大家一起跨年。在各大晚会现场，女明星们的造型也是各不相同，看点十足。首先是刘涛和唐嫣，两人都选择了浅蓝色作为主色调，和冰雪的主题非常搭配。不同的是，刘涛这身长裙更着重突出她的身材曲线，而唐嫣这身亮点在于她优越的肩颈线。唐嫣的蓝色裙子非常闪亮，吊带裙的胸口全是细碎的亮片，衬得唐嫣看起来非常明媚。而且唐嫣颈部和耳饰似乎都是特意为了搭配这条裙子选择的，非常和谐。唐嫣披散着微卷的长发，看起来非常显温柔。而在表演节目时，唐嫣又换上了红色长裙，眼神也变犀利了，温柔的长卷发换成了更能凸显气场的偏分刘海，比较夸张的爱心耳环也中和了唐嫣身上的甜美，使得舞台表演更切题。刘涛开场主持身穿蓝色长裙，领口全用蓝色的珠子进行了深浅变化的点缀。刘涛佩戴的耳饰比较简单，不会过度抢镜，这身搭配非常和谐。刘涛满脸笑意主持台风很稳。另外，刘涛还有一套白色衬衣搭配红色半身长裙的造型。如果说第一套是温柔闪亮，那么这一套则更加热情简单。吉克隽逸、周笔畅、容祖儿和王鸥四人在跨年夜合唱《梦不落》开场，四位姐姐实力唱功都没得说，感染力超强，而且四个人穿的都很有自己的特色。容祖儿也是百变造型，和钟欣桐、蔡卓妍合作《容我 SA 加舞台》时，她直接换上深色长袖，和此前判若两人。RSA 的造型也比较简单居家，粉色黑色的条纹衬衫看起来略显普通，不过她状态不错，人美歌甜。阿娇身穿一条色块拼接长裙，优雅美丽，就是近距离看脸又有点圆润了，身形也略显发福。杨幂和周笔畅同台合唱小幸运，两个人的造型也都很清纯养眼。首先是周笔畅，造型设计感十足，有很多撞色元素，也有各种花样图案，黑白和红蓝这两组颜色反而并不会过于花哨。杨幂一开嗓就非常甜蜜，这次杨幂选择了一条颜色饱和度相对较低的粉色和绿色，而且这条裙子是蓬蓬裙，一些绣线金边都非常精致，看起来清甜慵懒又金贵，和杨幂的气质比较相符。杨紫这次从耳环到蓬蓬纱裙都是大红色，乍一看非常惊艳，而且裙摆和裙摆之间还有过渡，避免看起来呆板，甚至就连指甲都是同色系，造型师可以说是非常用心了。不过仔细看杨紫脸有点显肿，一说话法令纹有点明显。 Baby 这次也是身穿高定裙，灰色的主色很显高级，杨颖肤白貌美，身材曲线简直完美，简直妥妥的在逃公主，造型简单却耐看。宋茜这次造型干净利落，穿一身黑强调气场，上半身是黑色西装，下半身则是一条既有毛毛又有闪片的长裤，非常特殊。宋茜的两个耳环可以说是这身造型最抢眼的配饰了，不过略有一点显浮夸。沈梦辰这次裙子选择了大红色，仔细看裙子布料比较特别，沈梦辰一身红裙摇曳顾盼生姿，很像是复古女郎，而且这身造型非常简单，裙子没有过多的设计，再搭配单边白色的耳饰，简约大方。吴宣仪整体造型还是很甜的，也一改以往搭配太过复杂显土气的风格，全身主要就是黑色和白色，经典不出错。搭配她甜甜的笑容，确实甜到不少观众心里。鞠婧祎这次的穿搭造型确实扬长避短了，为了弥补身高的不足，露出长腿，很好的拉长了身材比例，而且还穿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不过站在人群中还是比较显矮，虽然妆容精致，但整体比较可惜。宋祖儿这次的造型还真是选对了风格，从妆容到发型全都在线，眼妆方面主要用闪片烘托氛围感，非常精致，唇妆的颜色也完美搭配。这次宋祖儿的造型青春感很足，黄色格子和娃娃领拼接的套装看起来活力十足。李菲儿这次穿一条蓝纱抹胸裙，非常成熟性感的风格，她拿捏得不错，唯一比较可惜的是李菲儿脸有点崩，看起来都不像她本人了。李宇春跨年夜的造型也是不止一套，第一套简单大方，腰部用黑色设计突出了腰线，另一套则是较为宽大的风衣款，走起路来带风，非常潇洒，腰部的圆环设计很吸睛。唯一可惜的是这身搭配有点压身高，张靓颖的造型中规中矩，浓重的眼妆搭配紫色系的长裙，唯一的亮点应该就在裙子上的蝴蝶设计，对比之下张靓颖另一套造型更酷更大胆，皮衣皮裤看起来就非常酷炫，搭配大红唇和烟熏妆不要太合适。女明星里造型最特殊的要数金晨了，
她直接扮上古风造型，开唱青花瓷，声音清亮好听，人也很美。青花瓷的唯美歌词与金晨古典红衣造型适配度满分，站在屏风后面氛围感直接拉满。关晓彤这次一共两套造型，开场 look 身穿花瓣白纱裙，不过这种长裙其实不太适合她，关晓彤要露出长腿才好看。另一套红玫瑰拖尾礼服更符合关晓彤的气质，烘托了新年氛围感。因为开叉和拖尾的设计，把关晓彤的长腿优势发挥到极致。戚薇这次表演造型非常特别，复古风格的卷发搭配一抹红唇，惊艳了不少观众，似乎是为了和舞台场景搭配。戚薇这次上半身穿一件丝绸材质的白衬衣，袖口处和肩颈处有一些特殊设计，下半身就是简单的一条黑色半裙，再搭配上珍珠耳环，一下贵气起来。张碧晨身穿一条深 V 露背鱼尾裙，非常性感，身材曲线曼妙，长卷发太温柔，头发侧边装饰的各种小卡子让整体多了几分俏皮感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邓丽君居然和周深来了一次对唱，在技术的呈现下，邓丽君端庄大方，气质无敌。虽然每套造型都很简单，但就是能够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三套造型也是一秒换装，有火热的红色吊带裙，也有带有花朵图案的蓝色旗袍，最后是一身深 V 素色拖地长裙，整体妆发造型都给人一种淡淡的感觉，温柔似水。看过了卫视跨年女明星的各种造型，最让人惊喜的要数金晨了。不过其他女明星们的造型也很百变，整体看下来都很不错。最后祝大家在2022年都能一帆风顺。